发现他的死。今天再带他走一次。然后这边的干扰普遍都蛮强大的。这种开放式空间干扰会这么强，也蛮奇怪的。青蛙，等我一下哦。这个厕所的外观呢，都是红彤彤的一片，最高温32，最低26.9。这个周边呢，然后看看这停车场，然后上面手机太重了，这云台撑不住啊。这个停车场呢，温度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昨天讲到这停车场，有人听到脚步声，但却没有看到人哦。然后再来就是，我有碰到亲身经历的一个地方。似乎都很正常，然后这个灯，其实我看到感应灯了，这里再来讲一个感应灯，可是这个感应灯今天没有作用哦。再来这间厕所。不去了，但是我可以尝试着让摄影师用红外线滤镜让你进去。然后目前没有什么样的干扰声哦。这边看起来都很正常。女厕简单扫一下，因为之前有说到女厕也有问题嘛。不
是冷色，是之前朋友来这边上厕所的时候，在这边听到有人稀稀疏疏在讲话的声音。你这有干扰。好，那我们来做个磁场探测吧。重点磁场探测，结果一开机就这个样子，而且这地方就是感应灯的地方，很久没有这样贴表了。哎，这地方完全是贴表的一个状况啊，状态。一开机就贴表。即便是问与答模式，磁场都处于一个不安定的状态。然后，假如是磁场探测模式，一压下去就贴表了。你不用说，我也知道，大会感应会在这边做。现在能分的就是到底跟没有到底的一个状况啊。第一间做的有点问题，第二间也有问题，终于掉了，可是你放上来又是倒满波，你测了。南侧能量比较强，好，这种干让我感觉什么，你知道吗？好兄弟都在我周边，这样子。围绕在我周边，那停车场呢？周围了，因为当初那个女生在那边上厕所的时候，是听到周围有声音，她后面呢，放掉，问与答模式，刚刚前面还是比较强，后面三磁场有点异常。但没有异常到很夸张，就是还是蛮强的能量。好，等一下，哇，后面我被咬了。嗯，天生蚊子爱的体质真的很痛苦，都是母蚊子。停车场看一下。离厕所越远，能量就越弱，但普遍来讲还是有的。等于说那一带还是有很多好兄弟聚集在厕所那里，会不会之前那个灯就是好兄弟所造成的影响呢？问问看吧。
今天一样用 EVP 麦克风来做一个沟通。上周 EVP 麦克风听到真的是毛骨悚然，汗毛直竖。希望今天也可以有上一周的效果。那其实使用方式我都告诉他们了，只是我刚刚在架设器材之前有跟里面的灵体讲，可以的话利用敲门声回复我们这样子。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请教一下，刚刚磁场探测到这个地方，磁场能量非常强大，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时间大概差不多快12点了，那这个地点是不是被聚集了非常多的好兄弟呢？是的话请给我一点讯息好吗？谢谢。第二个问题，即便这么晚了，温度还30度，酷热难耐。我想请教一下，吼，那侧边聚集的这些好兄弟们，跟上面第一公墓的会不会是有一些相关的呢？若有的话，麻烦请给我一点讯息好吗？谢谢。第三个问题就是，小弟之前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很久了，然后站在外面的时候有发现到感应灯在没有人的情况下自己亮了，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感应灯亮了是不是它照到你们了？若是的话请给我一点讯息好吗？谢谢。第四个问题就是，之前小弟有带一位女性来这个地方，那这位女性呢，她在如厕的时候听到厕所周边有很多人在讲话的声音，我想请教一下，她是不是听到你们讲话的声音呢？是的话请给我一些讯息好吗？谢谢。第五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小弟之前在来这个地方之前有看到有人说在这个地方敲门的时候，南侧第一间有人回敲，但里面是没有人的，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敲门声是不是你们造成的？是的话请给我一些讯息好吗？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停车场的脚步声，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有时候你们看到有人在车上睡觉，睡到比较晚的时候，会故意创造出这样的声响，去整整在这边睡觉的人呢？是的话，给我一点讯息，谢谢。拍完今天沟通的部分，那我必须说，这个地方我相信不管是风水了，或者是闹鬼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公墓的影响了。因为但我也不清楚了，因为厕所这种地方本来就比较容易聚阴，然后它又是在公墓的入口，所以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听说过这有什么杀人事件啊、弃尸案件啊、自杀的一个情况啊等等之类，都没有听说过。但是我只想告诉大家，厕所找正常一点的，不要像我一样，因为我常常带人家去上一些很奇怪的厕所，我常常被我朋友骂说，你可以不要找那么黑暗的厕所让我去上。大家对厕所似乎还有恐惧，但我觉得就像我讲的那集，谁都会进去打声招呼，不要像我这样子，应该就没什么事情了。即便在这种地方，然后呢想要乘凉找个正常一点的地方。好，今天的 EVP 麦克风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像上个礼拜这么清楚，但希望啦，因为毕竟我现在没有用耳机监听，所以我不知道了解，我不太了解即时的状况，但我觉得总比我在身旁守着都还要来得有效果。
好，我是GO商的启明。那户外的话都不会有360的一部分，那这点请大家多见谅。今天沟通的部分就到这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发现他的死。